大爱点用剩下的芒果丁，用春联纸，看起来就特别的清爽。来，简单的用柠檬、料酒、黑胡椒、黄子耙抹上黄油，倒入早上买的新鲜豆浆，不吸足了汤汁之后还鲜嫩弹牙。改成用破壁机，记得要加点水。小妙招，做丸子特别的好用，用蒸盘一压，小刀一刮，撒上一点木薯粉，来回左右滚动均匀。女朋友的早餐，男朋友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彩虹米汉堡，没问题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女朋友的早餐，男朋友应该负责吧，所以没问题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上次没有骨料胶的部分，看看这光泽，鸡肉变得特别的有嚼劲，每咬一口都迫不及待的涌进锅里，加水没入食材，煮三遍，去除生姜的，冒出密集的小泡泡。片的表面就会挂上一层糖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用来泡。那冬天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喝。